你为什么愿意嫁给我？因为爱啊，所以我愿意。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生 baby 啊？因为爱啊，所以我愿意。因为爱，我们愿意全心养育我们的小 baby。因为爱，我们愿意给小 baby 好的医疗品质。因为爱，我们愿意帮助家庭经营婚姻、教养小孩。爱，我愿意。